我是个职业模特儿，喜欢在镜头前展现自己不同的风貌，将各种情绪融入在不同的影像当中。因为工作，我走访各地，却给我许多压力。闲暇之余，我摄影，常常自己带着相机，走在各个不同的角落，远离都市的喧嚣，漫步在小巷中。在这儿，我感受着不一样的温度，细细品味不同的风俗民情，记录平时的一瞬间，感动的一瞬间，与你分享，也让我成长。欢乐，我绝不独享。